进入世界之子吃零食。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今天我带了好东西。零食纠察队，放下零食，举手投降。不好，住手！队长，这是高纯度奶粉。队长，这里还有一包茶叶，奶粉茶叶一应俱全，我要告你制造奶粉未遂。你老实交代。队长，他身上搜遍了，没东西。我真的是无毒菌。什么味道？好像是他头发上的味道。我这里讲，他们是水电费，每天只能在厕所缸里洗澡，所以头发的味道很大。哎，这么可怜，那你走吧。是夏夏。队长，他这头发丝儿怎么是锯齿状啊？居然把香辣海带丝做成假发，不好，他就是通缉犯海带怪人，快追！所有人不许停，等我跑累了，咱们一起休息。完了，体育老师全身满了酸感菌，流的累死了，他的头发全感菌，有点饿了，怎么办？吃薯片吗？什么？你哪里变出来的薯片？你进去真的就出来了，他的热气球不止在，他把早就准备好的薯片通过小型热气球吸在空中，只要气球开关，薯片就会顺着透明的鱼线一直滑落到手里，真是太聪明了。对，给你们尝尝这个吧。学校后面的烤串，老板直接把烤串放在桌上，就能偷偷送过来了。来，吃点吃吧。好了，大家可以休息了。小姐，你们怎么了？我们吃了烤串，你喝了冰水。你居然在运动的时候吃垃圾食品，还敢喝冰水？我肯定是吃坏肚子了。我送你们去休息。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这节体育课你们上自习，不许干别的，我随时会去看监控哟。是的，我们早就录下了这节自习的视频，在桌子监控的摄像头上面。今天我们要干什么，谁也发现不了。神秘老师已经回办公室了，把办事人出来。杨姐这边来了。先解决，我们继续。你们继续什么呢？小明老师，你们是还在办公室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清楚了，那是我吗？我早就知道你们有小动作，所以叫数学老师假扮我的样子回办公室，而我早就从后门溜进来了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是受伤的流浪猫，这次就放你们一马，流浪猫我就带走了。啊！为什么？是你们？所有人都等等，谁能抓到敢咬我脸的这只蚊子，我奖励他今天不用写作业。李欣，这蚊子真的写信，这一蚊变蚊香就干吧，门柱是谁？好，此处要抓活的。蚊子的行踪飘忽不定，要抓蚊子，首先要锁定它的位置。看我的！找到你了，看着！我得了去了十八倍镜的血浆，里面混入了荧光笔墨水，只要吃这一次，不管蚊子飞到什么地方，都能够很轻松的找到。班长已经装载完毕，灭蚊号起飞！眼睛经过了这架蚊子直升机，经过了部分改造，搭载了两门弹簧加特林，一共能发射118颗自燃剂。看我消耗这只蚊子的体力，这只蚊子的体力更不行了，看我的电影棒！神秘老师，任务完成！我要回去对他使用满清十大酷刑，让他知道咬我的脸是什么后果。你们做得很好，今天你们不用做作业。耶！今天本来就没有作业啊。这只鹅不错，买回家红烧。
大姐，我钱包丢了，能给你换点现金吗？这叔叔，你可以用手机支付呀。菜市场信号不好，没法线上支付。大姐，帮帮我吧，我是厨师，着急回饭店做饭，我就换200。可是我只有100。100也行，手机转你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小朋友，我着急回饭店呢。不客气，咱记得去飞机的人吧。什么？首先，你买的土豆都发芽了，是有毒的，没法种菜。其次，厨师长长期躺在地上，我会变猪，手上又没有老茧，那你的胳膊像竹竿一样，手上也干干净净，你根本就不是厨师。还有你的转账记录，虽然金额正确，但是时间是晚上9点，这是你提前准备好的截图。你就是来骗钱的。哎，站住！妈，别追，菜市场人那么多，人贩子来搞我怎么办？也对，可是钱。奶奶，我一把年纪还带着小孩，容易中暑，让让啊！咦，奶奶真厉害！来来，这就回到我的家，就算你是老人也不行。如果你真的有急事，针对那严重的前面人的同意才可以。而且你还带着小朋友，这不文明的行为会被小孩看到的，会教坏他的。哼，自己傻乎乎排队，还算我吗？时间就是生命，我教孙子节约时间，有什么不对？就是啊。冰淇淋，让开，我要一个最贵的。不愧是我乖孙儿，一教就会。好吃，奶奶也吃。芒果的不能吃。哎呀，好痒啊！哎呀，我是看到这种疫苗的注意事项上说，过敏者要暂缓接种嘞。哟，过敏这么严重，可不能打疫苗，过一个月好了再说。下一位。这都是蚊子包，太可怜了吧！还是让我记住我的新发明来工作了吧。面拍，这可是真的面纹拍，可以带着身体的任何部位，帮它检查到蚊子，一举锁定目标进行攻击。哇，小品太厉害了！当然，哈哈哈，小品，你这个发明原来是自动长嘴机，看我的！我戴着防毒面具在蚊香里熏了一天，烟入味了，我现在百毒不侵，蚊子靠近我就是自投罗网，自寻死路。兄弟们，就是他毒死了老大，誓死给老大报仇，给我冲啊！你叫人我就怕你了，你们动我一下试试。我的头没醒的。先乐哥买的，你昨天才买了，谢谢，别买了。可是你看那么多人排队买，我不能输。可是，多么纯粹的攀比心！少年，我来帮你实现愿望。不行，别犹豫了，我来帮你成为人上人。去，我要三眼神拳来喽！嘿嘿嘿，钱还不干，我要暴富。好嘞，弟弟，我有钱嘞！世界首富贾富贵购置豪宅。为什么还有人比我过得更好？继续许愿呢，我帮你全方位碾压所有人。不可以，你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的耳朵，我的鼻子。我的许愿都是有副作用的，你再仔细看看这些。攀比只会让你永远在不满足的痛苦中，不仅什么都得不到，还会被魔鬼侵蚀身心，变成贪婪的猪。我再也不比了。你坏我的好事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哼！启动！这明明是体育课，抢的就是体育课，去吧，数学老师。三角函数杀！你、
美术老师。我们出去再战。正有此意。不错嘛，小强，看招。这不如此。这是我请化学老师调配的安眠烟雾，你就安心的睡吧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人的心，音乐老师的提升曲。小美，你还有什么招？都使出来吧！想不到连音乐老师都被你请来了，音乐老师，拜托你了。How are you? I'm fine. Thank you. 哦，这是魔鬼金鱼。你还是乖乖把课让给我吧。保安大哥。Who are you? 我听不懂啊，你讲中文。三点几了，饮茶了没？就算你没招了吧。要不今天算平局？好吧，今天的课我们一人一半。下面我们讲这一篇新的课文。继续走，不要停。所有人都不许走。今天的作业我们用抽奖决定。哇，我抽到了没有作业。我抽到预习课文。什么？我抽到这一百遍课文。我们也是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装了，翻牌了，用我的大鱼加写作业书。我的小金鱼在锻炼着它的身体，根部又无比灵活，又长起了写作业，还提升了400的速度。400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！看我的章鱼接水力！对了，已经确认不是超出外面小心台去写作业，提升了又无比的速度。我就是小鱼发明战争的冠军。小品居然在雕刻，他想干什么？来吧，小品先把诗的每一个字都刻下来，然后组成一首诗，直接印在纸上，这也太会了吧！你们三个怎么还没回家？我们三个才刚才一百遍故事，太多了。应该是我昨晚太困了，弄错了，其实是抄一遍故事就行。这是学校是特工学校。第一轮是我鸡皮皮。他就中了一枪，他是把所有子弹打在了一个孔里，就压枪100分。哇，我的手枪都打不中，太弱了。等等，是苍蝇。小米根本就没有在打靶，他打的是空中飞舞的苍蝇。小田胜出。下一项考验是谁能攻破我的防守，跨过这条红线，谁就获胜。果如此。我的身体早就被改造成了机器，我连小伤都痛得痒。恶人鼠，快把我杀了。好了，手里不见了，你快帮我去男生所找找吧。好。我击杀人的吗？小品智勇双全，我承认胜者是小品。第一次用男神打败我。我真会一句话，身败两兵家。按照我们民族的传统，打败我的人，我要嫁给你。别呀，你只想跟着我走的。别动，体育老师，我想借你一节体育课，等2月30号还给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来，谢谢。这回是勉强吧。要课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只要你把课让给我，我就答应和你约会。我准备输液了。输什么液？当然是想你的液。你好油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快把课交出来吧。体育老师，不是我表姐，我只是要学员工的，而且人比身体这里有钱，还会一哪里不比小明老师强？只要你不让课，我就把表姐介绍给你。小美，你回去吧，我不让课。简直找不到你做人的证据了！你打雷的时候要小心，这照片一看就是 PS 加十级美颜磨皮大颜瘦脸。你看后面的人都变形成什么样子了？看我反向 PS 把你还原。圆圆，咱俩真是孽缘，我还是把课给你吧。体育老师，且慢，这是同城主播小姐姐聊天群，我可以拉你进群，你不要因为一滴水而放弃整片大海啊！
我还是隔壁小楼，快快拉我进去。你还不知道这个群的群主就是我吗？小美，我不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我把名字能够给你吧。那一言为定。你这个笨蛋。其实我是骗他的，我明天就去辞职，让别的老师代课，然后下周再入职。喂，表哥们，有没有兴趣当体育老师啊？我们体育老师要离职。这个世界没有看见谁？是我新买的特能拉电动车。老公，我刚拿到驾照，我开车练练手。行吧。怎么走？我路痴了。没关系，这车有自动驾驶，去中央公园。前方直行。很危险。打开空调，温度调到18度。打开音乐，随机播放歌曲。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。这车还蛮酷的。这啊，智能识别身体。老婆，刹车！刹车不是油门。地下对了，你刹车怎么是油呢？这次运动会跑步决赛，哪个班第一就给全班每人奖励一块巧克力。张平，加油啊！皮皮，相信自己，你这次跑第一，我们就是总分第一名。完了，我们班小胖跑得不快，这次肯定没有第一了。哼，为了第一，我要不择手段。我早就看见你有一根鞋带松在外面，故意没有提醒你，看我踩你的鞋带。小平，加油啊！你跑第一，今天作业免写。踩空了，哎呦！太好了，皮皮摔倒了，我们这是赢定了。皮皮，快起来，我帮你。小皮，明明是我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我们不能这里摔倒下去了。这个第一名，如果是这样，还不如让给别人。我也来帮忙吧。天哪，三个学生居然互相搀扶，一起到达了终点，这样的体育精神，我宣布他们三人同时第一。我虽然很开心，不过一下子变成要给三个班级买巧克力，我的钱包啊。让开，脏死了，呸，难吃，给你。小黑，过来啊！哎呦，小黑，你瘦了好多啊！我以为是流浪狗，没想到是爷爷领养的。小黑也是我捡来的，我生病住院了，医院不能带狗，小黑就刨烂了纱窗跑出来，不管日晒雨淋，每天都在公交车站等我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那么久，爷爷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怎么是外卖呀？地址没错，你的手机尾号是6666吗？那是我妈妈的手机啊。那就对了嘛，这是你妈妈给你点的肯德基。肯德基？对，妈妈和我说过，我们这次成功都不能给陌生人开门，有魅力。小朋友，快点啊，我还要送下一单呢。我跟你说，该说一段话是吧？哎，什么？此时妈妈早就给我做了一桌子菜，根本不会点肯德基。其次，你说的是外卖，那做的是黑色背心带裤衩，不是固定的外卖制服。外卖单还有10天和20天订的痕迹，而且是持续全天，所以你根本不是外卖小哥。别跑！小朋友，说是是保安，我上回就看见他在你们家门口做了记号，快出来擦掉吧，我先带他去保卫处。好嘞，谢谢叔叔。小鬼怎么还不开门？不等了，去下一家。哼！哎呀妈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给我交出来！什么也是假的，对眼，直接来登记学校。哼！
我早有对策，根据早上观测的风向，我把手机绑在气球下面，再把手机涂成天空一样的颜色，手机就能不被人发现，随风飘进学校，成功了。我的手机还想从空中走，无人机巡逻队也不是吃素的。不可能吧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刚才想用小蓝朋友的名义给他点了一束花，只是早就被我提前传了进去，老师是不会检查自己的，这是我的忍术暗度陈仓，等到在学校我再偷偷把手机拿回来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分手？渣男，这么快就被选了，我的手机。所有人不准动，这个蜡烛熄灭了就下课。简单了，看我的。这个蜡烛上居然有一个玻璃罩。既然没法反抗，那就要学会享受。看我的会时间的法。这个居然是隔空生物自己的法。我头里要找家就在驾驶底下的小汽车，反正只剩很光面，和别人玩起了五子棋。这也太会玩了吧。幸好我也早有准备。我的有线通讯大法，什么？这两个是纯粹是的教室聊天网络，有些利用着眼睛不看不见的特别线和微信网络，但这个可以轻松获得小警察的通讯路线。他们这个方法就能随便搞不起来和别人聊天，真是太绝了！小品在干嘛呢？天哪，居然在看视频！小品把教科书的四面流盘都印上了画面，通过快速拍摄形成了画面，再搭配微信无线蓝牙耳机，简直完美！好了，下课了，英语老师出来吧。都录下来了吧？放心，做搞小动作的同学我都录下来了，一个也跑不掉。上次家长会让你们带爸妈来学校，你们有带姑妈的，有带大妈的，还有给我带奶妈的。这次听清楚了，带亲妈，带亲妈来学校。王涛，你抱个垃圾桶来学校干嘛？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，是在工人垃圾堆里捡来的，所以垃圾桶才是我的亲妈。光头，你想想，她明明是个垃圾桶，怎么可能生出你这个人来？垃圾桶是绿色的，难道她被绿了？绿你个鬼！把这个垃圾桶给我放回原处去！眼镜，你又带个马桶来学校干嘛？我妈妈说我也不是亲生的，是在厕所里捡的，所以我的亲妈是马桶。眼镜啊，就算你是厕所里捡的，你的亲妈也不一定是马桶吧，也有可能是马桶塞子呀。有道理啊，我也是小马桶塞子。李欣，我亲妈带的人。你妈该不会说你是猪生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说我是蓝天的母猪生的，母猪才是我的亲妈。苍天啊，你饶了我吧。小豆，你怎么了？老师，我妈说我是切西瓜切出来的，我亲妈其实是个西瓜。那你的西瓜呢？被小品的亲妈吃了。你亲妈，你是小豆的妈耶，我的亲妈就是你。也下下雨鱼自己卖19.9，我要买。不能吃，你说你是下雨太残忍了。肉肉常识，我们吃它们正常啊。这那是无用，我们穿在海报里变成下雨甜食吧。这是海里，我真的变成了下雨。我要称霸海洋。不疼，快来吃点东西。这么小，我们作为海洋霸主，怎么能吃这些大鱼大虾呢？由于人类过度捕捞，我们的食物都上了人类的餐桌，海里早就没有多少吃的了。过段时间，我们就只能集体吃海草了。人类连海洋都不放过。叮叮叮，我怎么被网住了？人类又来了，他们为了吃野生鱼刺，常常都捕捞我们，活生生的割下我们的鱼鳍。即使鱼刺的营养价值还不如一碗清汤，而且还可能含有水银等有害物质，根本不适合食用。正因为人类都一己私欲，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少，都快变成濒危物种了。真肥，能卖个好价钱。好疼啊！救命啊！别哭了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我再也不吃了。
哼，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野生鱼翅不卖了。来，叔叔请你们喝营养又健康的鸡汤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先走了。真看见，赶紧擦擦卡卡。你跑得太快了，给真看见。谢谢，有也没用，路堵了，根本打不到车，我要迟到了。叔叔，帮帮我们，卡卡要迟到了。高考，快上车！喂，我要送考生去考场，申请紧急调度。别担心，叔叔保证你到考场这一路畅通无阻。谢谢叔叔。终于赶上了，赶上了呀！榴莲螺蛳粉买一送一。老板，快过来！关什么关？我还要赚钱呢。姐妹努力学习了十几年，就为了这一刻的奋战，一点点噪音都可以影响他们的判断，也不能为了赚钱打扰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。那为了祖国的未来，今天收摊。这所以考生这么精明，考的都会，问的都对，我可加油。今天的考试由我监考，任何小动作都休想逃过我的监控。还想用饮料瓶写小抄，雕虫小技。开始考试。我苦练了两个月的家庭读报文，小张都被我用毛文刻在了图纸上，但你真的再厉害，也不可能识破。小品这招还挺牛，可拖鞋上那点小抄能抄多少分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嘿嘿，我直接催眠自己进入学习梦境，随便翻答案。你翻够了没？这招够厉害，只可惜今天你碰到了我，给我去见校长。还是我的真心更厉害。小雪你还笑，脚臭还穿拖鞋，影响同学们考试了，给我换上这双滑板鞋。臭小子，看我们家的猪都饿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说我去城里打工弄猪饲料。那我走。不许动，把金库的钱都交出来。大哥，你的心更加干嘛把厕所修得跟银行一样啊？小心电话！小伙子，你居然能制服劫匪，不要在这里收厕所了，来做我女儿的贴身保镖吧。女儿，以后小品负责贴身照顾你。我饿了，去给我准备豪华午餐。我不会做饭，你吃这个吧。这是什么吃的啊？天哪，太好吃了吧！你居然没吃过方便面，那尝尝这个吧，那是粉、臭豆腐、扁担。我女儿一顿饭没有几百万，她不会吃的。你居然让她学会了勤俭节约。不亲，我想过平凡人的生活，我想工作。难道这就是有钱人也不快乐？这盒珍贵的万年人参送给你，感谢你拯救了我的女儿。怎么这么慢？快拿去喂猪！你在用的什么喂猪？万年人参，价值200万！你值啊！喂，这里的袋子真干净干净呀！哎，爷爷，你怎么突然摔倒了？我本来好好扫地，刚才那个路边停着的车里扔出来个冰淇淋，我不小心。叔叔。你的垃圾应该自己扔到垃圾桶里，不应该随手扔到车窗外。什么垃圾？我才不管。哎呦，哇，我今天要去面试高管，特意穿的名贵西装，你弄脏了赔得起吗？你明明是你自己。叔叔，这车厢里的垃圾你不应该好好收拾，那下车一边扔到垃圾桶，而不是直接朝窗外扔。如果开车的状态扔下垃圾，还有更大的安全风险，这是酿成事故，而你这样乱扔垃圾也会给清洁工人造成负担，是不文明的行为。切，真幼稚，他扫大街的工资最后不都是我们这些有钱人挣出来的，我就管挣钱，他就管扫垃圾，不然要他干什么？你等我打个电话给董事长面完试再收拾你。喂，请问是刘董事长吗？我就在你们楼下。你这个公司高管的位置你就别想了。
扫地老头，你怎么？哎，里面发什么？在这种大楼门口，明明现在不是大扫的时间，一般不会有清洁工上岗。而且这个爷爷虽然外面穿着扫地安全服，里面却穿着高级皮鞋和西装，还戴着公司的胸章，一看就是公司里的人。没错，各家自扫门前雪，就算我做了董事长，也习惯没事出来打扫打扫自家前院，还真让我碰到个应该被扫地出门的人。董事长，别，这个工作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宁可培养这些小学生未来做高管，也不要你这种没素质的人。我再也不乱扔垃圾了。欢迎收看超级小学生运动会，正在为您解说跳高。看我的，嘿！不愧是我的关门弟子，搞笑跳出了目前最高成绩，肯定是第一名。我们班光头还没上呢。给我现在最高！不可能，他跳得过去，我就把这个篮球一口吞了。有信仰之日，人数最多是八。为了赚得多，我提前吃了三天的十斤大豆配地瓜，冻得变又脆又长，配方继续加速。喂、怎么样，小强？吃吧。下场走着瞧，跳远冠军肯定是我们班王小明。跳远？我们班眼镜也参加呢。是，要是眼镜第一，我这双限量版球鞋我蘸酱吃。看我的！我在赛前用不起眼的鱼线绑在他的裤腰上，只要他一跳就会出场。哎，小明出局，眼镜获胜。球鞋好吃吗？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赌的。下次800米跑，我要派出爱徒甄子丹，他跑得比孙策开船还快，要是输了我就铁锅炖自己。累死了。大不懂嫌累，赢定了。第一名是小品。啥？怎么可能？甄子丹还没跑完呢。由于选手实力惊人，超脱凡人，我们看放慢100倍的回放。什么？小品的速度竟然快过了肉眼可以捕捉的范围。看起来好像只是慢了一步，其实已经跑完了无数圈，这是碳基生物能做得到的吗？其实我昨天就记住了三圈的位置，提前摆好了冠军的士兵，谁也发现不了。心服口服啦！卷文怎么样？够不够看？家人们，今天为你们带来这款皇家奥特曼联名习题册。Oh my god， 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款皇家习题册装有外国黑科技，只要用手电筒去照它。天哪，居然亮了！这样就算是停电，我的家人们也能安心写作业。如果你不用手电筒照呢？那绝对不会亮。多少钱可以买这本习题册呢？现在厂家直销只卖198个 W， 但是家人们，在我直播间只需8个 W。天哪，简直跳楼价啊！不能这么卖，我们厂家要倒闭啊！把厂家给我轰出去！今天我必须给家人们谋福利，上链接。链接上错了？什么？居然只卖98米？赶快把链接撤下来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学校会倒闭的。把校长给我轰出去！家人们啊，我今天倒贴1亿，不赚钱了，今天就是让你们爽。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啊！体育老师，我真的累死了，我来这里去上体育课。小心！这是你们科学老师布置的静电陷阱啊！为了不让我上体育课，这附近到处都是机关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好，是毒气，快别呼吸，离开这！那是教导主任研发的学霸毒气，一旦吸入就会疯狂爱学习。我真的不想上体育课了，我要回去学习。走，我们去后门。哎，那个小狗好可爱呀！我好委屈。这是你们校长培养的地狱恶犬，你这小生饭都不够他塞牙缝的。可恶，幸好我还有冰激凌，别追
巨人挖通了地道。没错，都是为了叫你出去上体育课。快走吧。我终于能上体育课了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只要我把你们引到这里来，就给我免作业。徐老师，你可讨厌，你要上体育课就看你了。嘿嘿，小品，你是全校最后一个想上体育课的人，终于抓到你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体育老师吗？我已经转职当数学老师了，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体育老师了。今天带你参加爸爸的同学会，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哦。同学们，我现在只要跟大老板打打电话，分分钟几百万。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随便吃。干饭喽，干饭喽！什么呀？吃饭的时候不能用筷子敲碗？我爸请客，我想怎么敲怎么敲，你管不着。切，我可没时间理你，吃饭才是正事儿。真香啊！小朋友，吃饭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，这样非常没礼貌呀。吃饭哪来那么多规矩啊？我看你是小朋友。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不能一边吃一边说话。我还有绝招没用呢，看招，暴雨梨花阵。这里的肉全都被我挑出来了，厉害吧？你站在这里乱发，你们是什么呀？没事没事，小品啊，我家宝贝还小，他想吃就多吃点。老板，再来一盘。叔叔，弟弟也不小了，该学一些基本的餐桌礼仪。我们不管是在家吃饭，还是在外用餐，都要文明守礼，这是我们传统美德的传承。这都2021年了，传统美德能挣钱吗？老品，你的儿子可真古板。嘿嘿嘿，小古板。可是，嘘，安静，我上千万的生意来了。喂，老板。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啊？不签了。你老品，原来大老板是你。老王，传统美德和金钱利益虽然不挂钩，但却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，基本素质都出问题的人，我不会和他合作。爸爸，怎么了？你看我把筷子插饭里好不好玩？笑得上相。别上相了，你爸要破产了。学校门口怎么有只狗啊？不吃不吃，这狗得马上赶走，快走。叔叔，你太没心了。小品，这狗看起来又脏又凶，别管了，走吧。咦，有了，我记得这在附近。多吃点，都说了你在这好好待着，不要来找我。喂，叔叔你的狗真好，可是为什么白天要领它走嘞？狗在校门口会影响学校正常秩序，让它离远点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。再说了，很多我们喜欢的食物，比如巧克力，对狗来说都有害，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喂狗粮。原来如此，对不起叔叔，我错怪你了。狗狗，这些狗粮都给你吃。咦，它怎么不吃？不好吃吗？你看，它是想留给孩子先吃啊。是啊，我们一定要善待他们。欢迎光临造梦空间，在这里您可以定制梦境，体验传说般的人生。哇，那我想到世界上最美的小公主。没问题。哇，我真的是最美的小公主。这是什么？白雪公主，你刚吃了王后的毒苹果。喂，想到这个睡多久？按照剧情要睡一个月。我可不能睡过去，我要当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，武艺超群，最厉害的那种。没问题。好帅的铠甲，这是青龙偃月刀，太牛了吧！我飞了。二爷，您别乱动，我们正要刮骨疗伤呢。不愧是战神关羽，连麻药都不用。这一点疼死了，救命啊！这个凡人总要受苦，我要当齐天大圣。好的，队长，你快点答应我，不能是大圣被压在五指山下500里的路段剧情。这次保证不坑，走你。喂，我真的是齐天大圣，还有金箍棒，等等，怎么越来越弱了？这是什么地方呀？给我加大火，把这泼猴炼成灰。这里是大圣老君的炼丹炉。救命啊！
放你出来，垃圾要看你熬不熬得过七七四十九天了。